编号108的选手。恭喜伊文，是在新加坡，我们倒反来讲，对，我们超怕伊文的。是，那你今天的这个参赛歌曲是《我还年轻》，那你有多年轻呢，妹妹？我今年21岁。啊，
好年轻哦！哎，听你说话，多说一点嘛。那你是21岁？对，我来自马来西亚。哦，哪里的好朋友？马来西亚哪里？马来西亚吉打亚罗斯打。哦，吉打亚罗斯打，那么多打，那你出门都被常被人打、啊？没有，亚罗斯打的朋友。对，亚罗斯打。拉斯雷拉来到新加坡了，对，坐很久的车了。啊，坐没有，我坐飞机来。坐飞机来啊，机久哦。七九一个钟头半、啊、一个钟头半，对、哦、不错哦。你要不要去七九啊？然后如果坐车的话就要非常长的这个时间，大概10个钟头。是，所以你厉害，你搭飞机的。搭飞机比较快。那我们也欢迎同样跟你一样搭机来的奇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。